维利迪亚度假胜地曾一度是帝国皇冠上的明珠，如今这颗星球唯一的希望，全指望两位指挥官了。他们的工人必须稍早之前，维利迪亚的核心遭到了一种未知的敌方科技破坏，因而我接到报告说，岩浆正在喷涌。 点亮你们的战阵，战士们！征兆性的轰隆声出现了，岩浆很快就要。岩浆来了，观众们注意看低洼地方。退！开始，僵持于部队。 经之处只剩，据 UNN 地震专家 Terry 的判断，这颗星球的寿命只剩4分钟。最新消息，敌方部队正试图阻止指挥官们的。多个剧毒巢穴可用，必须使用。 消息：环境稳定装置已恢复25%。进化完成了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 马上就要来了，少来了！我收到报告说，熔岩正在喷涌。岩浆激怒的熔岩巨蜥正在袭击城镇区域。岩浆潮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现在就能。 成。又是一次地震，岩浆潮要来了，请继续。
这里是 Donny Vermillion 正在为您播报，稳定装置现在已经恢复了10%。军团愈合愈可恶。
地震活动所引发的震感撼动了维利尼亚主星的地面，刚交的最新消息岩浆即将喷涌。 潮要来了，请继续锁定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见识到进化。